我们来做这一条。那么这条的话，就是之前它题目名字叫做Circle of Friends，就是一共有多少朋友圈。那么它现在就是把题目变了一下，变成这个。对，那么其实题目意思一样的，就是相当于就是找那个 number of island，就是看你一共有多少个岛，就是一样的意思。就比如说像那个 example one，那么它就有两个朋友圈，一跟二是朋友，三是独立的朋友。那么 example two 就是一二三都是分别独立的朋友，那么我就返回三。但是这题我觉得一个难点就是它的输入不是很好理解啊，对，那你解释一下。对对，我把这个输入放过来看一下，你可以看到我打的那个 code 吗？看得好，到，看得到。那比如像这个的话，就是它是三排，它这是个矩阵，其相当于就是说，怎么说呢？就比如说，我这是朋友一，这是朋友二，朋友三，这样吧，零一二，对，啊，这里是零一二，所以它相当于就是一个矩阵，就是说我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的关系就是零，零代表就是没有关系。OK，那比如说我零跟二，它也是零，那说明我零跟二不是朋友，对吧？但是我零跟一，它这个坐标是一，那说明我零跟一就是是一个朋友，对，对。当然我这坐标是用零一二，它的图里面是属于一二三啊，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对，我就标起吧，我就当这是三吧，这是一，这是二，这是三，相当于就是一二三三个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。那么对角线永远都是一嘛，就是自己跟自己是朋友嘛。但对是对。对，就是注意一下，就是它这是一个就对角线是左是上下 mapping，就是对称的。对对对，那么这条我们就还是用那个 DFS 来做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们从第零朋友进去，然后看看第零其他朋友，然后就把其他朋友都访问一遍，然后再从下一个朋友进去，然后就是。然后再从下一个没有被访问过的朋友进去，看看能不能把全都访问一遍。那么最终，结果就是说你 DFS 跑了几次，那相当于就是你有几个朋友圈这样子。OK 吗？OK，那我 OK，谢谢看，谢谢看。OK 是吧？OK，那我写，那我开始了。谢谢。好，那没开始吧？其实就是这是比较常规的那个。那没开始吧？我们就是有一个 helper 函数，那就 public void helper。那么 helper 的话就是很常规了，就是我们就先写这儿，等会后来用它。那么一开始的话，我们就拿到它那个朋友圈的 size，就比如说它一共是有几个朋友，那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当做是 nearest 吧，对。然后如果说它的 nearest 等于一，说明朋友圈整个朋友圈只有一个人，就整个 pool 就是一个人，那么我们就 return 一就好了，因为它只有这么一个朋友圈。但是因为题目限制说了，就是它 n 是会大于一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判断 n 会等于一的情况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开始便利，就是拿到，就是从所有的朋人开始，就是我们会从每个人开始去检查，如果说这个人没有被访问过，比如说 visiting，这个我会等会建立，就是如果说这个朋友，如果这个人我之前没有去碰过这个人的话。我们就开始去用那个，我们就开始用那个 DFS 去，就是 helper 了，就去便利它，那么这之前呢，我们就是说，当然这个还这个便利我等会要初始化一下，就是这个 result count 就是说我每次就是碰到几个朋友圈，那么这里我就是 result count 一开始等于一，然后我还有个 boolean，那么 boolean 的话就是相当于是个 visited。visited boolean，对吧？长度是就是有多少个朋友，有多少人就有那个 boolean 那个长度就是有多长。那么这个时候一上来的话，我看一下，他如果没访问过，这样子我们就 result，然后最终的话我们就会 return 这个 result count。对，那么主函数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么我们写那个子函数。那么子函数的话，就相当于我里面会传入一个原本的那个输入，
然后再传入一个 Boolean 的 visiting，来记录他有没有，就是每个人被访问过的记录。然后我还要 input 一个，就是 current 一个 node，对吧？就 current 这个人，current person 吧，这样好容易理解一点。然后那没进的话，我们就说，既然我们在访问这个人，对吧？那么这个人我就会，在他就是跟他标一下，就是这个人我们现在已经是访问过了，就是我们就等于去，OK。然后这个人呢，他我要拿出来他跟其他所有人的关系，所以我要从 K 开始，每个人都把它便利一下，就是 K 小于 nurse，相当于就是所有人我都把它。所有人我都把它编定一下，现在编定。然后，对这个我其实有个地方我会跟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是从零开始，而不是从，就是而不是从那个什么 current person 加一开始。对，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它这个地方是对称的嘛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就是忽略左下角的那个三角形？对，我就是如果是我这么写的话，就相当于是我忽略了左下角。左下角那一块儿，对，但是我们确实看到它是对称的。好，那我们先这么写。那么开始的话，我们就是来判断它，判断它这个东西，首先是 current person，然后 current person 跟 k 个人的关系。那么如果它是等于一的话，就是有关系的话，并且这个人，对吧？他没有被访问过，就 d k 这个人没访问过，那我们就。也继续进入那个 helper，就是去进到这个下进一步 DFS。那么 DFS 就是前面两个变得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一个原始输入跟那个 visiting，然后在他自己这个人本身，那么这个就是相当于我这个 DFS 就解完了。看看能不能过啊，看一下，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 K。如果 K 等于一的话，再是这 OK，对，这个等会过了。你最后那个 semicolon 不用加。对。先跑吧。哎呀，这里，我的天呐！是，大概是智障，还有错吗？哦，没有被访问过，错，对，这应该没访问过。好，那么这个通过了，应该是通过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这个地方要这么写。我们可以试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不这么写，如果我这么写的话，其实它是通过不了的，因为它访问的时候，它并不是，对，但是我跟四有关系，所以我这个时候就是从这一步直接跳到第四步来了，对，所以我第四个人是被访问过了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就是说，我们还是要检查这两个位置的值。就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想法，就是前面三个是不需要检查，因为它是在那个左下角那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那么实际上我到第四个人的时候，我这个地方还是要检查，因为前面二三这两步我没有做，我直接到四这步来了。你让我再到那个 for loop 那边看一下。好，就是来，那么一开始我就是从一进去，那我就是 count 就是加一，对不对？就是我 count 变成一了，那然后呢我就再进入四。这时候 count 是不会变的，就是我的已经进入 DFS 了。那进入 DFS 嘛，就是我们假设现在是这个情况啊，就是假设这种情况下，那我的四就不需要再去访问其他的朋友了，对不对？那是好，那么我在外面的函数，然后再从二进来，我再从二进来，我就标一个另外一个数的。好，那我二也访问过了，那我这个我那个 result count 就又加一了。实际上它是不应该加一的，因为它跟二跟四是连在一起的。不，不是不是，
哦，二跟四跟三是连在一起的。好，确实我二可以加一，对，我二可以加一。等一下，这样吧，我把题目改一下，就改成这样的，我就。不，你他不是他，就是你这样子做的话，他确实是会那啥的，因为讲道理来说，你这个时候如果是从零开始，你变力四的时候，如果是从零开始的话，二已经被 merge，它应该是一个一连着四，四连着三，三连着二的一个图，所以说其实它答案是正确答案是一嘛。对，但这所还以说，是如一。果我们忽视了前面的话，就是说它前面有一段连接我们看不到。对，就其实我就是从第一步进去的时候，应该是把所有的元素都可以把它访问一遍。但是如果说我，对，但如果把 call 改成这一样子的话半，呢？对对对。对，我把 call 改成这样的话，那就它先把四访问了，然后再重新从二进去，然后再又访问一次，那就是岛，它就有两个岛，对。对对对。行，那我可能要先撤了，我要吃饭，我下午要出门办点事好，没情。问题，好，那我们回头行再约。行。